讲完这个鬼故事之后，我们来到这个第一站，我看到这个路牌有一个石碇，看来已经先离开那个台北那一部分了。哎，前面有一个这个哎。有一个那个小车哎，停下来看一下，不知道里面会有婴儿。让我们过去看一下。因为其实是有点危险。应该会先遇到那个鬼故事里面说的那个平林加油站吧。嘿嘿，玉兰花。我刚刚开一段路之后呢，我们的前面就是那个加油站了。平林加油站，所以代表我们已经开着将近一半了，再继续往下开吧。那我现在就要往宜兰去了。我就讲第二个大智路鬼故事好了。大一的时候，女朋友在花莲念书，自强号来回就快1000块，骑机车只要200多的油钱，差的实在是非常多。所以身为穷学生的我，为了省那个几百块钱，每周末骑车冲北宜苏花，骑了整整的一年。哪边有路灯，哪边有凉亭，哪一支电线杆上面贴着什么广告单呢？其实我都一清二楚。而我记得那一天北宜公路台北这一头的天气很好，还看得到星星。而半夜2点左右出了平林，经过一个转弯，忽然整个环境冒起了很湿很湿的那种大雾，绵密的水汽配上我车头的超白光大灯，根本看不到前面的路。所以我就关起大灯，靠小灯照在中线上的反光，时速40-50的前进。于是我就这样龟速转了几个弯之后，突然一张名纸飞到我的胸口上，心里骂一句靠背，没什么悬念的随手拨掉它。突然一瞬间，真的是一个瞬间，雾散了。我不知道该怎么描述这个瞬间的改变，就像是迷雾惊魂或是沉默之秋电影里那种从一个被深锁的空间转移到另外一个空间的感觉。地面全是干的，路旁的护栏是干的，空气完全没有刚刚大雾水汽的味道，那个环境让我觉得好像哪里怪怪的。我依旧保持时速40左右骑了好一阵子，突然发现都没有碰到转弯，我在北宜耶，不会是遇上传说中的北宜大直路吧。这个时候开始紧张，速度放得更慢，两眼只盯着前轮，确认前方是柏油路后才敢继续骑。骑到我的时间感都乱了，到底是过了3分钟还是5分钟还是更久，慌了起来。所有北宜听过的传闻通通都从我的脑袋里冒了出来，所以我就赶紧喃喃自语地说，弟路过此地如有冒犯请多多见谅，高抬贵手让我下山吧。小弟路过此地如有冒犯多多见谅请高抬贵手让我下山吧，不停地念这串话，就继续地往前骑。忽然40-50公尺外吧，飘来了一团雾，那一团雾的外圈是白色的，中间有一团咖啡色的东西，依稀有一点形状，但是我看不清楚是什么样子。随着我的越骑越近，赫然发现马，那是一匹马的形状。我整个人紧绷到极限，不知道该闪还是该停。
慌忙之中，我就维持了同样的速度。突然，我看到了前方只是左转的护栏，转过去之后，很快的又是下一个右转，我马上就知道大直路结束了。下山之后，也不知道那一团像马形状的雾到底是不是雾，反正呢，我穿过去之后就没事了。之后我再走北移也都非常的正常。现在呢就继续的往前，比如说到宜兰大概还有一个小时的路程。我刚刚随手是有陆续拍了好几张的照片，不知道我们拍到什么，我回去再看嘛。然后那个婴儿车呢，等一下回去收，希望我的摄影机不要不见。接下来走一走，应该就会到北宜最有名的九弯十八拐吧。各位，我刚刚看地图还有一个小时左右嘛，可是呢，发现了，搞不好这是大直路天大的秘密。我才距离刚刚一个小时，然后开个两三分钟之后呢，我的地图就只剩下15分钟，而且前面的这条路也非常的直，给你们看一下，对吧？我在思考说，导航原本是一直给我导北宜到那边，不晓得为什么，但后来就给我导到这个高速公路，可能更快的路径，我就顺势来到这一条就很直的大路。不晓得这是不是大直路的秘密，我现在也没办法回头了，我把它开到宜兰，然后我们再走北宜，回头看看会不会拍到什么，或是遇到大直路，还是其实就是这个高速公路，我真的不知道。下面接上来，这里是往雪山隧道啊。这样看起来，那些骑机车的人应该不至于会把雪山隧道当成大直路吧？骑进来并不会让人家觉得是一条很灵异，然后又很空旷。这个应该不是大直路。我现在呢，开以大直路，觉得这可能是我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一次都市穿梭吧。下了高速公大直路，再度走北宜回去，就是一个多小时的路程。快要上北宜喽！讲认真的，这还是我第一次走这个九弯十八拐，蛮黑的，就跟也跟刚刚那个第一个故事讲的一样，就是。进入，然后没什么车，很黑，伸手不见五指。然后故事中男主角就一直不断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对，就是这里。哇，我把车灯关掉给你们看。超黑，哇，真的是有点恐怖哎。这个时间将，然后上来北宜，而且还是汽车的话。大家，我们现在就在这，我在整排拿回了我这个摄影机，就在这个婴儿车公站在这边做个结尾吧。我距离下去的路程其实也不远了，没有遇到什么所谓的大直路，然后一路上也拍了，我估计也是20张相片有吧。就回家去检查这些东西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至少目前北宜是没有遇到太奇怪的事。回家摄影棚见了，再见。The Creators at Taiwan 是为台湾新媒体创造者打造全新平台。想多了解 Kate 的话，就下载 Hami Video APP 进入 Kate 某红馆吧。